咁好啦，繼之前介紹個電筒，咁啊點可以冇埋呢只咧？我都喺電筒嘅視頻介紹過，我係有買到另外一隻嘅，就係佢嘅呢只反派。咁我哋嚟睇睇呢只究竟係點啦？咁啊，老實講，上一手個買家保存得係有啲差嘅，係非常之差嘅。不過亦都係年代嘅問題啦。咁啊，呢只嘢係2011年發售嘅。電筒一模一樣嘅個發售時間，咁啊特效件同電筒都冇區別，咁我就拉近啲俾大家睇睇。特效件就同電筒嗰個一樣嘅，所以我就唔打算開出嚟啦。不過開咗盒之後就見到有呢一紮嘢啦，先睇睇手型啦。手型方面四隻，加兩個掌，咁就都係一個呢個件。呢個件我而家終於知有咩用嘅，背脊呢度，呢度可以掹出嚟。將呢一個撬起，可能係插啲配件包之類嗰啲。咁啊，老實講，個買家保存得係好差嘅，即上一手買家。咁啊，仲有一個類似飛鈎，呢個係佢武器嚟嘅，呢個蛇頭。咁就可以裝翻呢個上去，呢個變成一個類似鉗啊。哦，係應該喐到嘅，睇下先啊，係。呢、這個蛇頭可以咁樣，跟住再裝翻上呢度。如果我冇估錯，睇下先。咁咧，呢個亦都唔會怕裝錯嘅，因為佢係有對應嗰個窿，嗰、那個榫位嘅。大概就係咁啦。我拉翻遠少少俾大家睇。咁就整件事其實係好靚嘅，跟住呢個又再裝翻呢只電筒嗰個手臂呢度，大概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呢個設計其實而家睇翻係幾，即係點講咧，幾好嘅，我個人覺得係唔錯嘅。咁就好啦，但系呢個咧我就唔推薦成日換嘅，因為插咗就真係好難掹翻出嚟。所以如果你哋係玩都係用翻呢個蛇頭算啦，我推薦。咁好啦，佢仲有一個替換頭嘅，咁啊同嗰只電筒一樣，都係有一個。打開和張開個頭的那個替換那個樣子，那個頭上色側面有點差的。那我們看看這本體，本體方面就還有一個替換樣子，那就頭那裡左右另外沒有問題的。那基本上的可動性是跟電筒一模一樣的，但就鬆到嘔嘅，咁啊，亦都係同之前個買家保存得可能唔好有關，即係成日扭，成日玩。大概就係咁啦。咁咧，隻嘢嚟講係靚嘅，我個人覺得係真心靚嘅。做得好唔好係一碼事，但係佢隻嘢真心嚟講，我個人覺得。是 OK 的，做得漂亮。那呢，它這個位置會鬆的最大一個原因，就是因為下面用了球形，那這一點就有點壞的。那我們看看自己的側面，側面有些側面不均勻，那整隻就基本上是這樣。
手嘅可動都係90度嘅。咁啊，腳嘅可動亦都係同之前介紹個電筒一樣，本身個關節係差嘅，但係要咁樣拉低佢嘅可動先會 OK。咁咧，所以就其實質量真係有啲呢只嘢真係有啲差嘅，唔係貪佢平咧，其實真係咁嘅質量完全係唔入流啊，可以講話。咁啊，基本上換手方面睇埋換手，換手方面係同之前嘅一樣嘅，同電筒一樣都係咁樣一個大球形。咁就基本上係咁啦。好啦。基本上就到呢度啦，我哋视频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